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护肤奇效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22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喉咙一直不是很舒服啊。今天声音还有点沙哑，我已经尽量减少说话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可能真的太疲劳了。那今天的话，给大家做传承系列 Deluxe Class 的狼蛛，或者叫蜘蛛勇士啊。那么为什么这款呢？我放在最后才做呢？因为这个人物我是最陌生的啊，相较于前面几个人物来说。那因为 BW 的话呢，我只看了前几集。那这个人物还没出场之前呢，我就已经没有再看下去了。然后以玩具本身来说，就空洞来说，后面这里，但是这个空洞呢很有古早玩具的感觉，然后摸起来的触感，它身上呢大部分的这个角度都是有经过打磨的，都是比较圆滑的，并没有特别方，没有特别正，这跟早年的 BW 的玩具呢倒是非常相像。那以做工来说，就是这个后面这个触角啊，这个球关啊，某些角度的话比较容易去掉出来，但是它并不是松而是它的设计来讲，它的开口的话呢可能比较奇怪一点，我说不上来。总而言之呢，它就是比较容易在一些稍微碰一下就会容易掉啊，还是一句话，不是松啊，是它的这个开口的角度可能稍微有点设计上有点小小的一个问题。那关节也都很紧实，这个手部啊，平举啊，这个二头肌的话呢是在上方，然后呢它的一个手肘的关节比较偏下方啊，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但它比较偏下面一点点。那由于它的这个蜘蛛的这个触角的部分的话呢，跟先前的黑寡妇都是一样，都是一块部件连接的四根足部，然后呢都是跟小臂这个地方啊是拼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就顺便对比一下两个蜘蛛角色，那大小尺寸的话呢其实身高差不多，但是以分量感来说，这个狼蛛的话呢要感觉分量粗壮了很多。当然我相信大家也不希望黑寡妇做的太粗壮啊，这个身材来讲还是蛮吸引人的。那如果两个玩具你要二选一的话呢，如果你真的只想挑一款蜘蛛来玩啊，其实我会比较推荐这款黑寡妇，它变形来说是惊喜感是比较大的。那它的一个身上的话呢没有什么球形关节，都是这种关节，所以感觉玩具的质感相当的不赖，脚踝也有一个接地。然后呢可以看到它身上涂装来讲的话，这个脚的话是在黑色部件上面涂上，本来是要涂黄色吧，但是变成有点柠檬黄的感觉。那身上一些纹路给拉近给各位看一下，我觉得做得很可以啊，跟早期的玩具来讲的话那种感觉是有一点接近的，当然我不敢说完全一样。这电锯的话呢是不能够转动的，但是它这个链锯圆锯的部分呢是有涂装。然后这个武器呢它是平常是扣在这里面这个环形的这个洞里头。那我们给各位试一下，它的武器是可以组合起来，然后合会也都是组合起来，就变成一把你要说它是电锯还是说是一个十字弓都可以，但是就是握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局限性，你可能手必须要完全的打直才能够握得住，你稍微折一下这个部件呢就会受限到了然后头雕也给各位近距离看一下，很漂亮特别是这个类似于牙齿的部分这个刻画非常的立体，相当的好看。那合会的话呢是眼睛会发光当然这是作为一个Deluxe 等级是不可能还让我们发光的啦。那有一些比较大的螺丝钉，这些都是很小的一个小毛病这根本称不上毛病复眼什么都非常漂亮整个玩具的质量我觉得是相当过得去的。我们来进到它的变形环节我们家的外面现在对面大楼在施工非常的吵希望等一下声音不要太过于吵杂。我习惯把手给往上，然后呢以横膈膜这个地方做一个翻转，这里解开之后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翻转这样翻转这个地方，这个手这样子转过来之后的话呢，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凹槽的，我们的这个部件可以先放进去，然后呢这个后面这个蜘蛛的这个头抬上来往前面放下来，然后呢手部的话呢往下放的时候呢，我们先把你要注意看，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所以我们要先把它给折好，先折好，因为套这个形状它是这个弧度是这样下来的，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放下来，然后呢我们再翻转这个蜘蛛的这个爪子的这个部分，那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洞的，它就是要跟这个紫色的凸去做一个结合，而这也是呢固定住这个头部的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好，从这边这里我们要先转到
这个方向。好，转下来之后就给把它给捏紧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蜘蛛的算是前半步就算是整个变形完成了，非常的简单。脚的话呢也是比较容易啊，这个地方呢打这样扣上去，看到这里有一个凸，这里有个凸，折上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对应可以扣上去。那扣的时候呢，是扣靠近外侧，靠近外侧的洞，它里头有两个洞，靠近外侧的洞把它给卡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足底，足底的话是有个洞的，然后内部的话你看到这里是有个紫色的凸啊，就把它扣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记得这里扣进去稍微对一下，还是要稍微对一下，因为它并没有，因为它的活动空间比较大，所以并不一定说你推上它就刚好扣进去，你还是要稍微对一下，这里稍微去对一下，好，扣上了。然后就把它给往这个蜘蛛的肚子里头去塞进去。原则上来说呢，扣这里的话呢，我都是随便扣了，因为你把它往里头塞的话呢，通常它会自动的会去塞到一个定位。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多塞几次啊。这边好，把它给放进去，这里两侧都一样，这边好像已经扣上了，这边还没有，这个只能盲扣了。好，那这个地方里头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我们先把这个十字弓的这个部分，我们十字弓要扣的呢是这里这两个凹，这两个凹槽，并不是这个洞，是这两个凹啊，所以这不是偷胶啊，这是合理的一个安排好的一个插孔，这样把它给往上扣上去。然后呢，这个部件就算扣完了。最后的这块部件啊，我觉得比较迷一点啊，比较迷一点，它是这个凸啊要去扣这个螺丝孔洞啊，扣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它插的不是很稳，因为这个凸的话呢并没有说特别的够长啊，一个不小心可能还是容易会掉下来。那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蜘蛛的这个爪子的部分啊，就完成了我们这个狼蛛啊，或者叫做蜘蛛勇士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变形可以说非常的简单啊，也不难。然后这个我看有一些好像它会把它的这个前肢啊，对，你稍微转动一下，因为它是一个球形关节，你可以转动一下，转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你看这很容易掉下来，让它两只手好像这样子互相去搓的一个样子。那如果你希望它的一个蜘蛛是立起来啊，很简单啊，只需要把这个爪子的话呢往地上去放，它就会立起来了。那么整个蜘蛛的一个大小尺寸呢，大概也就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长度，但是由于它的一个脚八只很大，所以占的空间也是不小。那我这个已经适当的把它给缩小一点点了啊，缩小一点点了。那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先前这个黑寡妇啊，其实以体型蜘蛛的身体来说的话，这一次的身体要大上非常的多，黑寡妇只是这个手脚比较细长，那所以这两款蜘蛛啊放在一起啊，有一种收集标本的感觉，两只其实都很漂亮，不同类型的蜘蛛的感觉。那不要说二选一了，其实我觉得两款都挺好玩的。那以这个玩具的话，狼蛛的话，它做的非常有早期玩具的那种倒角的感觉，整个圆圆润润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身上的这个花纹，有一种非常就是也是那种带毒蜘蛛的那种鲜艳的配色。然后复眼啊也是好看，这个爪子就摆在这里。那其他的话，这几根的这个手啊有些稍微转一下可能会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紧，所以反而会掉，如果松的话呢，反而它会有一个延展性。那相较于这个毒蜘蛛的话呢，这一款可能优势的话在哪里，其实我也说不出来它有什么优势啊我只觉得两款都做的还蛮不赖的，我个人两款我都推荐，而且这种角色也不是非常的多，然后变形也算有趣，造型在蜘蛛方面也是挺好看的。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可以说应该说这一波的这个 Alita 啦，或者是吉岛，还有这个上一集的这个莽撞，可能莽撞你会为了汽车合体然后去收，但是莽撞确实做的也不赖。那剩下的三款的话，我个人是其实我最推荐这一款，那这个狼蛛啊，比起这个吉破，还有比起吉岛，还有这个 Alita 这一款的一个档次，可以算是高了不止一条街了啊！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